又見到你啦，阿靈王，又見到你啊，大師。好啦，我哋又新嘅一集啦，咁啊，銀河招嘅 Part Two 嚟啦，呢個就係星際移民錄啊，係啦，咁啊，上個月咧就係講咗一啲嘅關於地心嗰啲咁樣嘅啊地底城。地底城，城地底城，城啦，系咪？地心吓，不过都好夸张噶啦。咁啊，地下下边十八层啊，廿几层啊，夸张，好夸张啊！因为咁庞大嘅地底城，究竟系边一啲人去起嘅咧？同埋历史咁悠久，起码系超过几千年。咁几千年前，边啲人去咁大工程，去用咩嚟掘到咁深咧？虽然佢哋有解释，就话有当地嗰啲政府就解释，因为里边嗰啲系嗰啲叫嗰啲砂岩啊嘅残层，咁啊变咗咧，佢哋。實正啲啊！實唔係好實正嘅啫，所以話可以刮到嘅、哦，但係你刮到係易刮到啊，但係刮到咁深，而佢冇冧嘅話，係咯 ，keep 到咁耐喎。其實嗰個刮嘅技巧係好高難度嘅，可以咁講。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係真係係咪真係叫做当时佢所讲嘅嗰种工具就刮到咧，系啊，咁我嗰时有啲咩工具咧？有一种叫做黑曜岩，你知唔知？我哋而家我哋做成一啲嘅饰物嗰啲晶石嗰啲饰物啦，黑色嘅一嚿嗰啲乜，嗰啲黑曜岩系嗰啲火山岩嚟。嗰啲好硬噶。当时嚟讲，人类喺石器时代嚟讲啊，人类工具当中，有啲岩石特别硬净嘅咁样嘅，咁而黑曜岩系属于硬净嗰种嚟嘅。哦。咁、okay, 所以咧， okay. 以前石器时代嘅人咧，通常咧用咗黑曜岩嚟做咩咧？做石斧啊、石铲啊嗰啲咁样嘅嘢噶，或者石凿，就系攞啲即系手就啲黑曜岩咧，慢慢磨啊磨啊，即系攞岩石同岩石嚟磨啦，磨到佢利咗，变成咁啊，变成嗰啲石斧啦。系。即系以古代嚟讲咧，嗰啲利器啦。系啦，啲利器嗰啲石刀、石斧咧。大部分咧喺石器時代咧，嗰啲人咧做嗰啲石斧、石刀，大部分都係用黑曜岩去做嘅。哦，咁而嗰度附近咧，話比較遠啲嘅第二個，即係當然土耳其再遠啲嗰啲國家咧，嗰啲地區嘅國家咧，係有出產呢啲黑曜岩嘅礦石嘅。哦，咁所以我懷疑會唔會當地有啲喺嗰邊有啲人攞咗啲岩石攞咗嚟做工具，然之後又嚟咁啱嚟到呢度就刮刮刮刮刮刮到咁深咧咁樣。你。易揾到嗰啲岩石嚟刮，我俾你过，但系你有咩嘢嘅人力物力可以刮到咁深而唔冧咧？系有啲咩技术层面嗰啲可以做到咁样样咧？喂，啲受力噶喎，系啊，所以佢要即系会计算得好清楚，即系会唔会刮到咁上下，上面嘅地层塌陷落嚟咧？系咯系咯，即系佢每一个刮。嘅骨嘅情況就係、是、你都識講啦，嗰個砂岩嚟啊嘛，砂岩如果咁易俾你刮得通嘅話，即係本身佢個承托力就唔會係好硬淨啦。係啊，如果可以計算得咁精密，即係刮到咁上下就要停啦，即係總之唔會俾佢冧落嚟啦。總之就唔會塌。唔係喎，你唔係掘完之後就擺喺度喎，啲人用嘅喎，就係、是、啲人行嚟行去。就係、是、你話仲有馬槽嗰啲咁樣。就係、是、啦，咁即係話你喺咁嘅種種嘅情況之下，你即係好難同人講話。哎呀，以前人。刮到啊，有乜咁出奇啊？咁樣係刮到唔出奇，而佢計算得咁精準嗰下咧，就喺現代角度嚟講，都要需要一番嚇啲建築師都要需要一番嘅努力先去計算。都要讀好多年嘅，係都要讀好多年啊！如果咁易就計到出嚟嘅話，啲建築師使鬼讀啊？係咪先？係啦，我俾咁多錢做咩？係咯，每個建築師讀咁多年嚇，咁辛苦讀咁多年，做乜嘢啊？都是要學很多呢啲咁嘅知識，係咪先？係啊，咁而家人先學讀咁多書，計咁辛苦先計到出嚟。咁古時啲人，喂，即係差唔多去到呢個嚇好原始嘅時代喎。當時仲未有啲硬金屬嘅時代，就已經起咗呢扎嘢出嚟。係啊，嗰陣時冇 Facebook 噶嘛。係啦，係啦，冇YouTube 噶，冇得 check 點樣計噶嘛。咁當時人已經具有咁高嘅智慧去計嘅話，即係都你覺得都係好amazing咯。因為一直啊，歷史學家都覺得就係以前嘅。是落後，現代的先就是先進的嘛，是不是？在他們這樣的角度去想的話，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已經很先進了，是或者是落後之前還再先進，可能是這樣，是的，所以這個就形成一個很有趣的謎，是的，這個謎真的要看看大家何時可以解開，是的，除了發明時光機之外，就應該沒什麼可能，真的很難，即是很難100% 去找到，除非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等同以前三星都一樣，出了這麼厲害的文明，但是隻字不留，近排有很多三星堆的新東西，看看何時又會說，有機會再說一下，嗰、那個我好想知道，嗰、那個好想聽。又新咗咁樣，係啦，係啊，係。係啦，咁啊，好啦，因為三星，而家佢哋新三星堆發現咗新嘅嘢嘅時候咧，都希望揾到多啲
文獻啊嘅記載，都係冇文字咯、啊，都係冇文字。啊、即係如果有一日揾到文字咧就好啦、啊嗯。你可以多根據翻佢哋上面記載嘅嘢，咁有啲資料啲可以考究啊，去追查啊嘛。係啊，即係等同呢個地底城咁樣，因為呢個地底城只係留下用過嘅工具。係佢係得啲壁畫，佢冇字喎、啊。係啊。咁你隻字不提嘅時候，我從乜嘢角度先可以揾到個真相呢？係比較難啊嘛，難嘅，真係難，真係難。係啦，咁就唔同話，譬如埃及考古嗰陣，埃及好多好多古文獻留低咗，啊，即係等到正如佢哋所講嘅，就係話埃及古文獻裏邊嗰講話啊，我哋嘅神咧係坐住佢哋嘅飛行嘅工具，喺漫長嘅天空上邊，黑暗一片黑暗無盡嘅天空裏邊發光啊，飛咗。幾百個幾百萬年，係嚟嚟到我哋呢度教曉我哋文明咁樣，即係埃及有啲咁嘅古文獻記載嘅記載嘅神話傳說。Rewind， 你頭先講話佢飛過幾百萬年嚟到呢度，即係佢係幾百萬年以外嘅地方嚟到呢度，即係咩時光機啊？又佢話佢個神咧喺佢哋嘅神咧喺黑無盡黑暗嘅天空，係喺古代嚟講啊，無盡黑暗天空咧就星空啦咁樣，即係。同埋佢寫明係冇喺無盡黑暗又冇空氣嘅天空上面飛咗幾個幾百萬年。哇！即係佢係真係宇宙嗰啲幾百光年嗰啲嚟到。嗱，首先呢段嘅經文記錄咧，有兩大個神奇嘅地方。係。首先喺古代人嘅數學嘅理念嚟講啊，係唔需要計到幾個幾百萬年。嘅呢個數幾百萬年啦，係啊，甚至乎直頭就咁講幾個一百萬年，幾個幾百萬年，佢會咁樣分別寫法。好啦，喺古代人嘅生活上面，佢需要計算嘅數字，最多咪去到一萬幾千啊，十幾萬已經係要啊。佢哋嗰喺佢哋嘅角度嚟講，用唔到。唔係佢哋嗰年代係百萬富翁啊，係盡噶啦。佢冇千萬富翁，係億萬富翁。佢生活上面需要用到嘅數目啊，計嘅數字嚟講，係唔需要計到幾百個幾百萬年。係啦係啦。呢個數目嘅，因為佢算日子，一年都係365日嘅啫。即係佢哋嗰時都有一套佢哋嘅一個計算方法，雖然唔同現代嘅，但係都近似嘅，都有一個公式。咁大概都係幾百日之內啫，一年係咪先？好啦，一年都係幾百日，咁啊循環不息嘅話。咁你唔需要話用數字去到咁遠嘅，即係話喺嗰個年代，佢哋已經有個概念係要幾個幾百萬年。啊！呢個又真係，即係話點解佢哋會有呢個咁同其他民族咁唔一樣嘅概念咧？你唔需要計到幾個幾百萬年。你講啦，你喺天空飛咗幾萬年就已經夠啦，係咪先？佢幾百萬年，佢冇話萬萬年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另一個盲點就係。大家留意住佢哋嗰個故事裏邊講，喺無盡黑暗嘅天空同埋冇空氣嘅環境裏邊飛，佢哋點會知道太空係冇空氣咧？首先佢冇提到嗰係太空，但係佢講到呢個黑暗嘅空間，就應該就係指太空啦。天上邊黑暗嘅空間飛咗幾百萬年，除非佢指地下，咁就有可能其他解釋啦。係啦，因為天空喺黑暗嘅天空度，飛咗。冇喺黑暗天空上面係冇空氣嘅地方飛咗幾百個萬年，一百萬年咁樣，咁就點解會知道喺無盡黑暗天空上面係冇空氣咧？因為佢哋神講俾佢聽嘅話，好啦，咁佢神話咩咧？嗱，飛咗咁耐，好啦，幾個幾百萬年或者幾百萬年之如此類，佢話點解飛咁耐？因為佢沿途要去唔同嘅觀察唔同嘅星星，天空嘅星星。咁讲得咁清楚啊，大佬！即系观察唔同嘅星星，就嚟到我哋呢度啦，咁样。咁就嗱，当时最初以前人就睇到呢、這个流，即系立白眼，因为佢啲文献好多时系神话传说嚟噶嘛。咁你见到呢、這个、神话传说啫，但系林修尘神话传说作到咁样嘅话，系咁你就觉得呢个神话传说嘅真实性系咪需要有啲少少吓？要斟酌一下，斟酌一下咧。系啦，系啦，因为佢知道几样嘢系我哋喺嗰个年代嘅人系唔应该知道嘅嘢，系需要认真对待嘅。系啦，系啦，即系唔好谂住，诶，佢作出嚟嘅神话就算啦，作得咁 detail， 作得咁准确，系啊，咁呢个作家一首先可能佢有预，佢有第六宫，有啲咩预测咩嗰啲咩嗰啲所谓嘅。感應力啊，可以知道咗嗰樣嘢啊，咁啊，即係有啲神奇力量啊。但係就算有，都冇可能
咁樣寫法，即係總之我即係你叫我話，你叫我相信完全係作憑空想像作出嚟嘅故仔，可以作得咁咩嘅話咧，即係我就好難說服到我啦。係呢個絕對係難啲啊！呢個真係即係佢係提到幾樣嘢啊嘛。首先佢哋係唔係來自地球先啦？係啦。跟住第二嘅就係佢哋應該係好遠好遠嘅地方嚟啦。第三，佢哋係嚟係有目的嘅。呢一樣嘢好重要。係佢係嚟，首先要觀察，之後教曉咗佢哋好多嘢。係啦，而最要揾佢哋咩就係採金。係啦，因為好多有關外星嘅傳說啦，都話其實啲外星人係需要揾啲氣化咗嘅金去修補佢哋嘅大氣層啊嘛。因為金。黃金呢一樣嘢係除咗女人之外，係外星人都最中意。唔係，因為黃金實在太多用途。係黃金嘅礦物係啊，導電性好強。佢導電性好強，即係係製造飛行工具一個又是宇宙嗰種飛行工具嚟講咧，係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金屬。因為好多佢就算甚至乎佢嘅隔熱層，好多時候都要用呢啲金屬嚟做，用金去做。咁所以幾唔重要，所以係好需要嘅。而我哋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地球咧，起碼經過五次一個嘅超新星大爆炸，即係五度循環，即係我哋呢個太陽系咧係第五次形成噶啦。係嚇，因為要每一次嘅超新星大爆炸嗰種核爆咧，嗰種超級核爆啦，經過咁嘅爆炸嘅壓縮咧，先會誕生再多啲嘅金屬金礦。金屬性的礦物，好啦，而我哋而家地球含到嘅含即係揾含到嘅呢啲黃金嘅金屬咧，係要含金量，含金量啦，即係咁講啦，含銀量，即係暫時就以我哋地球嘅含金量去計算，係如果冇經過五次呢啲咁嘅核爆嘅情況就係咧，係暫喺我呢個行星裏邊啊，我呢個太陽系裏邊係暫唔到咁多嘅黃金出嚟嘅。所以從呢個含量咧，所以啲科學家就推斷我哋呢一個太陽系起碼係第五次嘅循環啦。哦 ，OK， 明白明白，係要每次爆就會必多得多啲出嚟。係啦，冇錯啦，即係可能最因為佢哋驗過咧，即係探測過咧，最早出現嗰啲即係舊啲老舊啲嘅行星系啦嚇，即係第一代嗰啲啊，未再循環嗰啲咧，裏邊揾基本上只係揾到微量嘅呢啲咁金屬嘅啫。哦 ，OK OK， 嚇，即係咩礦物都係一樣，都係嗰啲金屬全部都係。咩金屬礦物都係好微量嘅，但係譬如嗰啲第二爆第二次重組再變成一個行星係嗰啲地方咧，就再揾到再多啲，咁如此類推，佢就推算算啦。原來即係每一次即係經過科學家好多做好多實驗啊，啲電腦計算啊咁樣，因為每一次啲咁嘅 supernova 嗰啲爆炸嘅時候咧，出都會產生新嘅金屬，係啦，咁但係每一次都唔會特別多噶嘛，咁咪一直要去到。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呢個太陽系咁樣，要去到第五次爆到第五次啦，咁先可以有咁重嘅含金量啊，咁樣。因為金屬即係每一種金屬都係唔同噶嘛，佢係每一次爆炸就會產生唔同嘅金屬出嚟。係啦，冇錯啦。咁所以話咁多種繁咁多種嘅金屬同埋咁多嘅數量嘅話，起碼要爆五次咁樣。咁所以我哋而家變咗，我哋科學家就可以清楚知道大概我哋呢一個嘅。太陽我哋呢家生存嘅呢一個太陽系裏邊咧，起碼最少係爆咗四次先啦。四次，即係所以變咗我哋呢度應該係第五度嘅一個太陽系啦。哦，明白明白。但係佢依家嗰啲科學家其實佢可以知道嗰啲金屬係幾多年前嘅金屬啊，定係點嘅咧？有冇科技即係唔會好似碳十四咁樣？佢唔話幾多年前，即係只不過就話佢喺佢哋因為有科發現到啲金屬係存咗幾耐嘅，但只不過存咗幾耐都係以我哋而家呢一代嘅計算啫。係啦，係啦，呢一代嘅太陽系嘅計算啫咁所以隨住科技越嚟越進步咧，我哋會對呢個宇宙各方面嘅嘢就會了解越嚟越多。正如喺之前我都有講過我上一輯其實我好想講嗰單一個新科學發現嘅，但係就成日拖下拖下講第啲嘢就唔記得咗。咪慣常嘅，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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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因為其實咧喺佢之前嘅科學咧就做咗一啲嘅實驗咧，就證實咗咧有幾樣嘢係好特別嘅，即係佢哋對於速度、光速係作出咗新嘅認識，將來。
有機會講，再講。係，因為呢個我哋今集咧原本應該講繼續講地心探險嚇，講翻地心探險。咁但係咧咁就拖下拖下，講咗埃及啊其他嘢咁樣。唔係，咁我頭先嗰啲真係我哋唔係講廢話啊嘛，我哋講嗰啲全部有理論性嘅根據嘅，即係雖然話講咗十五分鐘，但係都有用。OK， 你唔好柴台你哋，係我哋都嗰啲都係一啲值得諗下嗰啲神秘嘢嚟嘅，都係神秘，都關乎我哋呢個節目嘅。係啦。而且我呢個節目咧就唔係淨係單單齋講神秘嘢嘅，咁成日我都會諗到啲好科學性嘅嘢。係係，即係科學性都係一個基礎。係啦係啦，都要俾大家知道。因為我哋又唔可以話完全盲目相信啊，或者盲目亂估亂猜啊嘛，係咪先？係啊，雖然我呢個唔係好正統嘅咩特級咩特級咩廚師嗰啲嘅節目啊，因為嗰啲正式嗰啲節目咧就會做咗好多 research 啊，一大輪嘅資料。你哋會睇少啲我哋個樣，係好多資料抌出。係啦，咁變咗。就我又不是正式嗰啲節目，只不過我哋題外話論到都要補補翻，即係加翻少少呢啲啊技術性嘅嘢、科學性嘅嘢去補，作為一個補充啊，論咗少少咁樣。正如今集講地心嗱，講地心嗱，因為人類一直以嚟咧都係靠一啲嘅所謂嘅地震波嘅探測，射落去地球度，咁啊要估計地球係個構造係如何啊咩地殼。地涵、地幔，跟住再落啲咧就係一個嘅外殼，一個軟嘅金屬層，流動嘅金屬，流到流質嘅金屬層，跟住再入最深咧就個地核啦咁樣，咁就係暫時咧就知道大概應該地球嘅成個構造應該係咁樣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即係上集講過係用地震波啊各方面嘅聲波啊探測啊咁去咩去揾噶嘛。好啦，但係你即係探測還探測。實質見到話，實質見到，係咪先？係理論同實證，係咪先？好緊要喺對於科學嚟講，科學家嚟講，我揾到個理論啦，咁我點去證實呢個理論嘅？去 prove 佢噶嘛？呢個先真嘅科學嘅嘅思維，真正嘅科學思維。係啦係啦，就唔會話乜嘢都第一時間就否定咗佢真定假存在，佢驗證過先。無論你話有鬼又好，冇鬼都好，科學家對喺科學家角度嚟講。驗證咗先，係啦，嚇咁呢個先真正嘅科學，就唔係話你話有啊，你話冇啊冇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先咁呢個係科學嘅啫，科學家嘅做法。好啦，咁啊，科學家一直以嚟咧就想盡全世界所有嘅科學家都想盡方法。好啦，我得到個理論啦，咁就要驗證嘅時候就要鑽入去啦。嗯，我唔鑽入去，我哋點知咧？但係我哋嘅地球嘅地殼啊，咁我即係 keep 翻圖俾你睇先。我哋地殼嘅厚度咧，平均啊，由三萬又萬先話，大概幾千公里最薄嗰層，即係我哋嘅地殼最薄嘅位置，係幾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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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千 mile 啊定米啊，米幾千米好似係，係啊幾千米最淺噶啦，都五六七千米咁樣啦嚇，即係大係咁樣啦。我手上嘅資料啊，最薄嗰個大概七千米左右啊。即係嗰個都海底嚟嘅，係冇錯，因為一定要去到海底先至係最薄嘅地方。海底最薄噶，再貼住噶啦，係啦，最貼住個地底嘅地心嘅咁樣，咁啊嗰度最薄啦，咁樣都有幾千米。嗯，最深嗰啲咧可以超過幾萬米，即係去到高山啦，即係十萬米咁樣啦，即係當係咁樣啦。即係咩阿菲爾斯峰啊，嗰啲山珠穆朗瑪峰，珠穆朗瑪峰係啦係啦，即係連埋個山度計落去嘅話咁啊，哇就成幾萬米㗎啦咁樣。咁而我哋普通喺就以我哋中國計算啦，即係中國嗰邊計算嘅話咧，平均係三萬一千米到四萬幾米嘅厚度。所以如果要喺中國境內轉落去地底嘅話咧，基本上咧係好難做到啦。以現代人類嘅科技嚟講，問題上你要整個咁長嘅轉都難啦。就係啦，幾萬米啊，大哥！呢個好難。唉，真係啊，即係平均係差唔多六百公里喎。嚇！真係好。好深噶，好深，好深。即系如果你唔止啊，成千公里啊，大佬。我谂系啊。系咯，即系喺咁深嘅情况之下，人类暂时嘅科技咧都几难啦。唔系，除非你系整到好似人哋嗰啲卡通片嗰啲有个转地车嗰啲咧，喺度转落去咯。系。你好难会好似人哋嗰啲转油台嗰啲整个转嘴咁样转。哇，大佬嗰嚿嘢个转。
你邊可以整到咁長呢？而且理論上咧就是、越深嘅地層嗰啲咧就越硬噶嘛，咁你係有排去轉落去噶嘛。咁所以其實咧用咗好多探測而知道咗個大概地球外貌之後咧，咁但係哇真係要轉到去咁深得唔得嘅咧？個難度係幾高，大家真係可想而知啦。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依然科學家冇放棄過嘅。全世界科學家咧，基本上咧話俾你，地球咧被轉過嘅地方咧太多啦，幾廿萬個窿，好慘啊！地球係被班人類轉到個千瘡百孔啊！真係千瘡百孔，因為個個都轉去，但係大部分都唔成功噶嘛。哦，啊、即係就算我哋而家今集會提到嘅最主要就係、是、最深都係而暫時嚟講都係蘇聯。哦，即係如果以陸地轉落去嘅話，最深都係蘇聯嗰、那個。它原本的目標咧係轉大概係14000米左右嘅，一萬四千米。佢原本的目標，如果能夠轉到當時嘅技術啦，因為佢喺1970年嗰陣開始去實施個呢個計劃去轉嘅。1970年代、哦、70年代，佢個目標係當時個技術，佢估計自己係可以轉到14000米。14000米啦，14000米啦，咁樣咁啊，佢預計係可以轉到嘅，但係最終嘅結果只係轉到12000米左右就停咗啦。啊，都近，轉到萬幾，萬幾好深㗎啦，大佬。係啊，咁、啊、但係個點解會突然間停咗咧？咁呢個就會諗起好多嘅傳說。不過咧，喺呢度要唞一唞，轉頭翻嚟我哋再分享呢啲嘅傳說啊。好。有冇试过想食麦当劳，但买错咗金拱门？有冇试过想淘宝买鞋，点知送错咗 size？ 有冇试过想让座俾大肚婆坐，点知佢话俾你听佢只系肥咗？因为人生总系充满住污吏弹道。Open your mouth,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mind。我哋有科學性的數據，亦都係一啲嘅傳說中的神話。咁我哋咁唔係神話啦，即係傳說中的靈異個案啦，即係嗰啲真係傳說啦，真係傳說啦。係因為當年嚟講咧，世界各地咧喺50年代開始就已經世界各地咧好多嘅國家咧想為咗發展自己嘅科技。50年代係打完世界大戰啊，啱啱打完仗就冷戰期，係咯係咯。咁啊，足又是啊，英美中啊嗰啲全部周圍都各個國家。即係稍為有啲能力嘅，都希望咧推即係喺搶先一步，百廢待興嘅情況之下咧，就居谷谷翻自己啲啊所有嘅嘢上去啊咁樣嘅。咁啊，所以當時嚟講咧，好多地方都分別去轉過嘅。譬如喺中國方面咧，曾經開過2個井口轉落去嘅，但係因為當時中國50年代中國啲科技真係比較相對地一嚟落後啦。中國揾咩轉咧嗰陣時？呢、這個就揾唔係太清楚啦嚇。總之開咗兩個井口嚟轉地下。最深個都只係轉咗7000米啫，7000米都深噶啦，都深噶啦，都深噶啦。但係因為佢原本諗住想轉穿地殼噶嘛，哇！每一個國家去轉嘅話，最終嘅目的係咩啊？我要轉穿個地殼啊嘛。但係嗰當時嚟講，佢哋冇咁高科技探索，而家就知道啦。因為而家翻先知道，原來中國嗰個地殼咧，平均厚度係39000米至41000米，咁啊係一個相對地喺個地殼上嚟講咧，屬於厚嘅一段嚟嘅。傻仔啊！所以即係除非中國人有能力整到啲轉嘴係轉到40000多米，如果唔係，你都幾難轉穿個地殼。係咁，所以咧。近代嚟講，中國就學精咗嘅。中國係同好多美國嘅團隊合作咧，喺海底度轉。
海底轉，但係唔會有個水壓咩？水壓都幾深。佢哋梗係有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啦。但即係，但係佢海底當然啦，呢、這個都係近代先可以做到嘅啫。啊，梗係啦，梗係啦，梗真係近代㗎啦。但係佢海底轉係咪都好似人哋起轉油台嗰啲咁樣轉？一樣，一樣好多咁嘅方法。一樣嘅方法，只不過佢呢個目的就唔係轉探石油，係直接轉穿個地殼咁樣嘅。因為最我頭先講上一 part 都講咗，最薄嗰度大概會係幾千米嘅啫嘛。幾千米嘅話就比較易轉，有機會轉穿啊嘛。咁、所以佢哋係做緊呢方面嘅咁工作。係就係喺我話咧，近即係由佢好似由90年2013年至到2023年呢段時間係進行緊一個計劃。喺2013至到佢打算就係喺呢一個期限裏邊咧，係會轉穿成個地殼，係攞到裏邊嘅資料咁樣嘅。哦 ，OK， 係中國定點啊？美國同其他啲國家一齊合作嘅，咁啊佢哋嘅目的就係要轉穿個地殼，係探索下邊嘅地心世界咁樣嘅之類之類嘅。係。係資料裏面因為太多資料啊，因為呢啲我想用翻啲比較科學啲數據嘅資料，咁、我唔想。我哋唔係亂吹㗎、我哋係真係有曬真憑實據嘅資料喺度。係啦，咁就係2013至2023冇錯啦，十年時間。係啦，希望咧就係可以轉穿佢哋而家揾到嘅最淺嗰個地方。咁暫時嚟講咧，最深嗰咧去到1300米㗎啦，啊，但係1300米啊！是啊，他最初開始住的時候已經住到1300米了、最初開始住，即是距離他達到目的呢是很近了，很近，但因為有部分，因為大型的轉出未落到去，但有些部分的細的地方已經去得到了，已經去得到了，所以他就拿到一些東西出來、攞到啲咩？我哋转头翻讲。我呢度留翻最尾嗰 part 讲。系啦，可以讲翻啲传说嘢先。传说先。系。咁啊，属于新科技啊，我留翻最尾嗰 part 讲。好啦，咁啊，传说嗱，当年嚟讲，苏联咧喺冷战时期想同美国斗啊嘛。好啦，首先佢有一 part 已经赢咗，就系佢射咗上太空。第一个射咗上太空先。最先系佢哋射上太空。系啊，呢个系 confirm 噶嘛？系 confirm。佢科技最先。即系冇话突然间中国又话，我好耐之前已经射咗啦。我成日后遗上去，定射咗吴刚上月球。系啦，但系当然啦，佢搵咗黑色骑士呢个传说就梗系讲到沸沸扬扬。黑色骑士嗰个传说就大家都唔会太陌生噶啦。如果听嗰啲神怪节目嗰啲朋友嚟讲，有机会我再 detail 补充下啦。anyway， 咁啊，当时嗰射上太空，佢已經贏咗一步啦，已經好巴閉噶啦。但最後就都係鬥輸咗俾美國啦。咁但係喺鑽探方面咧，佢當年嘅話，亦都比美國行先一步，而亦都係世界上面暫時嚟講喺陸地上面鑽到最深嘅地方啦。佢係最深嘅。最深咧點解？其實佢到依家都係暫時都係喺地喺陸地上面鑽。即係健力士紀錄保持者嚟㗎，即係可以咁講。我鑽得最深啊！係啦，真係咁啊！因為佢喺西伯利亞嘅一個西伯利亞係西伯利亞即係。蘇聯境內西伯利亞那邊近一個某個偏荒蕪少少嘅小鎮啦，一個小鎮嗰度喺嗰度個小城市裏邊嗰度住，因為點解嗰度係成個蘇聯地層最薄嘅一個位置，就係啱啱就係14000公里，所以佢原本嘅心目中就諗住轉過呢14000公里咧，就可以轉穿地殼咧，就可以落到去啦咁樣嘅。咁當時嚟講咧，喺嗰段時間咧，佢哋大概係有真正嘅冷戰時期1960年代開始噶嘛，經過好長嘅冷戰咁樣，但係佢呢個計劃咧就係1970年嗰時先開始嘅，即係都仲係冷戰緊啦。其實1970年嗰陣係咪先？都係冷戰，都仲係冷戰嘅，因為嗰時蘇聯仲未解體啊嘛。好啦，咁1970年嗰時咧，咁佢就開始實行咗呢個咧轉勘探呢個地心嘅計劃啦，就要轉過14000公里啊。可能要15000公里都未定嘅，咁嘅估計大概嗰段時間啦，因為已經喺佢哋國家裏邊最薄嘅一個地方啦，一個地層啦，15000米左右啊，14000米至15000米左右啦，咁我諗住轉入咗去嘅話咧，咁就
啊、可以做到人哋想做嘅嘢，就即系打破呢、這个人类去唔到地心世界探讨嘅，最紧要赢到美国。系啦，咁样，所以做成一个大规模嘅陷阱啦，咁样。咁啊，其实当时两个都凿咗好多个窿嚟去试先噶。咁啊，到到收尾咧，咁啊呢个任呢、這个呢一、這个探索地球地心秘密计划嘅呢个做法咧，去到。掘到咧，差唔多佢喺嗱，佢系1970年嘅5月24日開始嘅。嗯，啊，1970年嘅5月24日開始，咁啊用咗當時最即係成個蘇聯咧最頂尖嘅科學家各方面咁樣，用嗰啲超級咩超級探鑽，即係嗰啲超級鑽嘴啊，用咗當時佢哋做到最硬嘅工具咧，就去鑽噶啦咁樣嘅。咁啊喺工作期間裏邊咧，當時嚟講啊，哇！所有參與呢個活動啲人咧。好多啲大學教授咧，係一次過俾曬，即係每個月嘅，即係因為做呢個 project 太大嘛，所以你唔用翻咁犀利嘅嚇資金去 support 嘅話，啲人梗係睬你啦，係咪先？但係呢個係政府要嘅，係啊，政府即係蘇聯政府，蘇聯政府佢係政府軍部要啊，定係真係政就咁政府需要？總之政府推動嘅呢個計劃啦，咁、佢要請人嚟做嘢嘅話，就要用重金先可以嚇，正所謂重賞之下先至會有勇夫，係咪咁啊？咁啊，所以咧變咗當時有份參與嗰啲咁嘅教授級嗰啲人物咧，佢一個月嘅人工就等同佢喺教喺學校裏邊咧教書嘅一年。咁你諗下，用咗幾重嘅資金去叫佢掘啦咁樣，咁啊好啦，咁啊一直掘，咁啊初頭咧一切都仲係好順利嘅，咁但係咧據當時嚟講咧，呢個 project 咧係突然間掘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去到呢、這個1983年，因為佢成個都轉咗十年喎，大佬。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開始係70年嗰陣開始陷探，70年轉到83年，開始陷探試轉，係啦，冇錯啦。咁啊，而去到最後嗰段時期咧，就係1983至1993年嗰10年裏邊咧，因為佢停工嘅時候咧，大概1993年噶。哇，20年喎。係啊，係啊，70到93喎。係啊，23年喎。係啊，即係佢用咗好長好長嘅一個時間，慢慢逐筆慢慢咁樣轉入去㗎。因為最多就唔夠長啦，咁就要再搏長，再換啊，再搏長啊，咁樣之類之類。咁所以當時嚟講咧，係但係最奇妙嘅地方就係、是、突然間去到1994年嘅陣，因為佢哋嗰時進展得唔錯，已經掘到去咧大概係11.2公里。11.2公里。係啦，即係其實即係12萬米咁上下嘅。12萬米。係啦，係啦，因為去到12萬米啦。正確嚟講應該係12.5。sorry 唔係12萬米，12000米啦，萬二米係啦，即係12262米。哦 ，OK， 哇，都好深噶咯，好深啊，好深噶咯，12000，係咯，14000。但係佢用咗20年時間去轉喎。哇！轉地心裏邊真係好容易啊！我知唔係好似換筆芯咁樣換，咁但係佢，我覺得係佢每次轉完之後咧。可能啲轉頭咧都唔會話 less 得好長咯，可能佢啲轉頭轉可能一個月嗰個轉頭就廢咗。係啊，因為佢正確地點係呢個西伯利亞近呢個科拉半島附近，亦都係即係科拉半島即係挪威附近。挪威即係即係蘇聯靠近挪威嗰邊嘅西伯利亞，靠近挪威嗰邊嘅地方一個城市咁樣喺嗰度轉落去咁樣嘅。咁啊上咗差唔多，總之嗱，去到1994年，突然間嗌停，而且咧嗰個停法咧，令到今時今日仲係好多人去猜測，點解會咁多傳説出嚟咧？因為佢停得好突然。94年蘇聯解體未？解體咗噶啦，解體咗繼續喎，即係呢個係啦，呢個 project 繼續喎。係啊，因為佢點解會突然間搞咗咁耐咧？可能轉下咧係停嗰一輪嘅，因為嗰時機所有技術有限咁樣，到收尾到蘇聯解體之後咧。新的俄羅斯政府咧重新再接管 project， 所以變咗由 take over 由1983年啦開始再轉落去咁樣嘅。咁、哦、明白。咁啊，當時嚟講轉下咁啊，轉到咧個好貼緊啦，諗下佢哋嘅計劃14000至15000米，而家要到12000米啦。爭2000米啊嘛，爭2000米啫嘛，咁應該就。爭2000米，我抌個炸彈落去炸佢。但係點解突然間會停咧？咁樣係。停得好突然不停止，啲人仲急撤退，即刻搬走曬所有嘢就走。你如果去翻，因為好多啲 blogger 又好啊，一啲嘅網上嘅自己嗰啲私人節目主持人嗰啲啊，甚至乎電視台啊，好多大嘅電視台曾經都去過嗰度做一個實地嘅探查，去做一個節目去講啊。
啲人點解走得咁突然啊？各方面嘅嘢，因為就太多傳說出咗嚟。因為佢去到咧，佢翻見翻現場嗰度，好多啲現場嗰、那個工作場所，即係初年佢花費咗大量嘅金錢建造咗個好大嘅一個地方啦、啊。因為有咁多喺度生活，所以有宿舍啊，有住嘅地方，有呢個研究室啊，成咁樣。但係佢去到嗰度見到咧，好多人搬走嘅時候咧，係連嗰啲家庭照啊，都仲吉喺埲牆度，都未掹。哦，仲有好多啲地震探測儀啊，嗰啲波幅啊，嗰啲所有嗰啲資料啊、文件啊，仲吉曬喺度牆度，都冇掹走。即係好似突然間要走咁樣。係啦，嚇走爛咁走嘅。係啦，即係咁佢就走得咁突兀嘅咧，咁即係好似。是咩啊？瀨咗屎定乜嘢咧？你做乜走得咁突咧？因為你乜喂？好多人咧，你生活咗咁耐，有張家庭照吉喺埲牆度，係咪先？咁你而家掛住屋企人噶嘛？你掛住屋企人嘅人走嘅時候，點會連張自己家庭照都唔掹到吉喺埲牆上邊咧？係啦係啦。咁啊係咪即係覺得好唔 make sense 咧？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數據資料，即係記錄啊啊幾月幾日轉到幾深啊嗰啲咁嘅資料，嗱地震波探測到啲咩嗰啲資料，仲貼滿成埲牆咁樣咁吉曬喺度，咁都冇攞走呢啲資料，咁。只是搬走了最重要的什麼當年的什麼電腦啊、機器、那些樣工具樣，那這些就覺得令人更加多遐想去猜度究竟發生什麼事、走得那麼急。當然後期流傳來的出來的那種資料就聽來就越聽就越神怪了、心寒的心寒，因為為什麼呢？其實最初呢它轉到這個十一點幾個米嗰度咧，即係一萬一千二百米左右嘅時候咧、突然間轉咗咧，砰咁樣下，部機佢轉咗，砰咁震咗一下，哦，就好似轉穿咗啲嘢咁樣嘅。O K， 咁但係比佢哋預計估計嘅嗰個後度嚟講早咗喎。係啦係啦，仲有成二千幾米咁應該。係啦，因為仲有二千幾米啊嘛，咁覺得點咁得意嘅咧？係，咁佢再就換咗轉咗，再轉落去嘅時候咧，咦，仲有嘢可以轉到喎，但係就個感覺就係、是。鬆軟咗好多啦，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當時嗰、那個嗱，呢、這個成個係佢當時有啲所謂嘅工作人員啊，講翻出嚟，工作人員講翻出嚟嘅一個故事啊。咁嘅真實假，我哋大家都唔知。嗱，當時呢個就傳到沸沸揚揚嘅一個講法啦。就係、是、嗰啲工程人員講翻就，佢唔停一停啦。嗯，佢發覺咦，再轉到，但係轉之再轉落去嘅時候咧，就發覺。已經鬆了咁多嘅咧，好易轉喎、啊，好易轉喎、啊，咦，好易轉，好易買親數咁嘅款喎，好開心喎、啊，咁樣乜嗱再轉啦，但系咧喺嗰陣時咧就開始奇事就發生啦，嗯，因為當時講咧佢話，首先因為佢除咗佢即係因為轉咗咁鬆嘅時候咧，咁覺得係轉穿咗啲嘢定係咩咧，佢就開始伸一啲嗰啲所謂嘅聲納探測嗰啲咁嘅儀器落去啦。係啊係啊，梗係啦。佢嗰陣時又冇啲咩鏡頭可以伸到咁遠啦。係啦，咁啊伸啲探測聲音嘅嘢落去，就聽下地心係咩聲音咁樣。係。就發覺咧，越深入去咧，就越有啲怪聲傳出嚟啦。係。啊，聽見一啲咧類似生物嘅慘叫聲。生物慘叫聲。即係點講咧？嗰啲咁樣啊，係啦，咁呢啲如果地底裏邊風聲，就算撞，如果有風嘅話，喺個地底裏邊有風嘅話，撞喺啲岩石，認出嚟嘅聲都唔會咁樣嘅頻率。唔似啊，風聲係啲怪叫聲啫。就係啦，好啦，咁地底裏邊基本上唔會應該有風㗎，大佬啊！除非佢系轉穿咗一個位置，佢系入邊係好空洞嘅，咁就有可能，咁就有可能會有風聲。但系呢個可能性都幾低下，好低好低下。因為當時嚟講咧，佢哋嗰啲地球蘇聯動用咗最高嘅，即係最犀利嘅轉頭噶啦。嗰、那個轉頭有名堂噶，叫科拉超心轉。所以佢嗰個孔嗰、那個窿咧就叫科拉超心鑽孔嘅，咁你就即係有榮咗，因為鐵甲萬能俠嗰啲 feel 喎，大佬。萬能啊，因為當時講係好勁啊，因為轉得咁深嘅話，因為通常咧佢喺個成個地面上面啊，喺個區域嗰度做起咗16个實驗室嘅啦，已經16个嚇。咁、你諗下佢係抌咗幾多本啊？揾咗幾多岩心岩石專家之如此類咁樣，化即係變咗係用咗好多咗整整幾廿即係。真正轉啊！1970年代開始有計劃去慢慢探索，真正開始轉嘅時候，其實真正去轉得入去嘅時候，都係1983年先開始。哇！
即係十年之後先真係開始轉到入去咯。係啊，十幾年前仲喺外面慢慢慢慢喺度作下作下嘅啫，即係轉下轉下咁樣嘅啫。咁你話好啦，咁去到差唔多，佢話距離佢哋嘅目的地啦，頭先我講啦，佢原本估計係萬幾米，萬四，萬四咁樣啦，即係距離其實咧，到佢咁上下，到後期佢哋探測嘅時候咧，應該距離嘅目的地到咧，應該淨有剩翻262米嘅啫。二百哇，得翻咁少要？係啊，好近嘅啫，即係當然。我哋聽個數字好似好近啊，但你真係叫你潛水前200多米，你都死咗㗎啦！梗係啦，梗係啦，200多米，其實好深㗎，即係100層咯，係啦，100層咯，一百層樓。但係經過咁長時間都掘到咁深啊，係咪先？剩翻個200多米，諗住哇，目標在岸啊！我見到即係喺我唔係我係好想知道個轉嘴淨係一節有幾長有幾大嘅。呢個真係我都想知啫。即係如果你講到係需要轉到咁深嘅話咧，首先佢個轉嘴嘅一定要厚度要夠啦。咁起碼可能有我哋呢間房咁大或者再大啲嘅。跟住如果係一節嘅話，一節都應該可能要10多20米噶啦。如果唔係你根本受唔到力噶嘛。你依一路搏一路搏一路轉嘅話，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咧，整個過程嚟講咧，當時嚟講，啲人問佢：喂，1994年嗰時突然間叫停嗰時，啲人問佢：喂，做咩轉到將一？你爭200多米，你唔轉嗌停，做乜鬼嘢啊？咁樣咁佢就當時嘅蘇聯政府咧就講咗個解釋，就話資金唔夠嚇，經費唔夠，所以我哋暫停，所以我哋停咗噶啦。哇！你咁樣籌旗啊？即係唔係你擔咗咁多財力物力，搞咗咁耐，而家先同我話財力唔夠，停咗工就停咗個 project 佢。係啊。啊、即係好倒頓喎，即係變咗呢個成個感覺就係好唔 make sense， 因為其實佢轉咗咁耐咧，唔係完全冇任何嘅成果嘅。譬如佢轉到9500米嘅時候咧，佢就個轉頭嗰陣時咧，就已經發現咗個地層咧，含有啲黃金層啊、鑽石層嘅地層啦，已經係。哇！即係原來去到咁深咧，係會有黃金有鑽石喺嗰個地層裏邊啦，咁樣咦係一個幾好啦。係啦，你撩翻嗰啲嘢出嚟都係啦，而家含金量達到咧，平均係達到80多克噸咁樣嘅，哇！知唔知哇？即係原來喺地球我哋咁深深處咧，係可以有咁大量嘅啲金礦啊、金屬嘅嘢啊咁樣嘅，因為含金量達到4噸嘅地層黃金礦嚟講，已經係值得開採噶啦。而去到咁深嗰度，原來有80克，每一噸有80克喎。佢而家即係平均每一噸有4克咧，就已經值得去開採噶啦。嗰啲即係黃金金礦噶啦。而家原來地心咁深嘅地方係每一噸有80克啊，大佬80克同4克係爭好遠，即係一個好龐大一個金礦嚟噶啦。即係話如果將來人類有能力轉到咁深嘅話，可以喺大量喺下邊嗰度採礦金礦咁樣嘅意思噶啦，咁樣咁所以幾乎係一個寶庫嚟嘅。咁所以當時嚟講咧。即係嗰班科學家又係好興奮噶啦嘛，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出現就係咩咧？啊，佢話最多嘅傳就係下邊有妖魔鬼怪。但係蘇聯其實係一個無神論者嚟㗎，當時嚟講係㗎，無鬼神論者嚟㗎嘛。係啊，所以佢唔應該相信有，所以佢哋唔冇錯，即係佢都咁講翻嘅嗰個主管嗰、那個科學家係啊，都係一個完全嘅。嗰啲無神論者嚟嘅，你知，因為共產主義係共產主義無神論啊嘛，係啊，無魔鬼神論啊，所以變咗第一時間佢唔係咁樣諗嘅，但係最尾佢都不得不咁樣諗啦。咁究竟諗咩咧？咁我哋唞一唞先，好，今日最尾嗰 part 啊。星島中文電台係三藩小灣區專業嘅新聞資訊綜合電台。并通过星岛电视手机应用程式星涛 TV 24小时高清广播。收听星岛中文电台新闻直播室，首先为你带来一节新闻提要。美国军舰日前在中国嘅星岛中文电台现已成为湾区最具影响力同权威性嘅中文媒体。嘅系星岛中文电台粤语优质嘅节目，无限嘅创意，灵活嘅现场直播，资深专业男女主播，深受听众欢迎。星岛中文电台点缀生活，时刻精彩。叱咤特工队星期五任务，叱咤移民录。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有冇兴趣知道世间上各种不同嘅奇妙物语啦？叱咤移民录带你走进奇妙世界。叱咤移民录出动时间星期五2点到4点。咁柔和音樂咧，就唔係頭先我哋聽到嘅嘢，係啦，呢啲係我哋聽到嘅嘢。呢個音樂幾柔和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其實咧講真，佢發生咩事咧？嗱，
當時嚟講咧，芬蘭嘅一個報紙咧就訪問咗，因為佢哋走得太突然嘛，而且突然間話冇資金去，佢係全體人走曬，係即係已經荒廢咗啦，荒廢咗啦，嗰度已經變成一個廢棄咗嘅工地咁樣款嘅嘢，係啦。咁當時嚟講咧，咁啊芬蘭啊嗰邊，因為都有份去幫手研究啊，支持佢噶嘛。咁所以喺芬蘭嗰邊咧，有啲記者啊各方面嘅嘢，就梗係就走去做下訪問，問佢喂究竟嚇、發生咩事啊？點解走啊？咁佢話哦，因為我哋經費唔夠。但係講真句咧，經費唔夠就唔係一時一刻嘅事啦。你冇搞咗幾十年之後先同我講經費唔夠，呢個藉口嚟嘅。呢個藉口就太牽強啊嘛，所以好多人都唔信。咁所以就好多當時嚟講咧，芬蘭一間電視台、報紙咁樣都特登去刮料啊，所以知道個真相係乜嘢咁樣。咁收尾咧揾到一個咧叫做前蘇聯嘅著名地質學家，而呢位地質學家呢位博士咧，當時係有份去參與呢個實驗嘅工程啦、工程嘅，而且佢亦都屬於一啲主管級。屬於主導地位的那些科學家嚟噶嚇，咁啊呢個科學家叫迪米爾亞切戈夫博士，啊個名好長啊，即係蘇聯名不嬲都長噶啦，中譯翻中文就啊迪米爾亞切戈夫，咁我哋就叫做阿戈夫啦嚇。OK OK， 迪戈夫，迪阿迪戈夫啦嚇，得頭一尾啊，係啊，阿迪戈夫啦，咁呢位迪戈夫博士啦嚇，咁啊同埋其他大群嘅科學家當時去進行。探索嘅時候咧，佢話最初一切都好順利嘅、一直都會隨住年月慢慢越轉就越深，都好開心。頭先我講啦，係轉到金又轉到鑽石，係啦，去到9000米左右嘅地方就主要有金有礦石咁樣，已經好開心啦。咁但係原來咧佢未到十，其實就之前話去到11000米嘅時候未到，其實佢先冇轉過10000米嘅時候啫，係就開始就嗰個空咁樣就發覺，咦？停咗，好似轉穿咗嘢咁樣喎，整一個震盪咁樣，咁佢就好興奮，啲科學家就射曬嗰啲咩星粒探測啊、熱能探測啊嗰啲嘢咧，掉曬落去，就睇下裏邊有啲咩，就發覺咧都咁深，掉都掉兩日咯，要掉兩日咯，咁好犀利喎，好睇嚟噶，好有趣。咁你就發覺咧，只要星粒探測之處咧，掉到落去嗰度咧。他發覺咧喺之前9000多米，即係如果譯翻佢，因為佢啲中文翻譯咧都係成嘅9000多米，應該係英里嚟嘅。英里係 mile 九千里係英里啊嘛，應該係 mile 啦，係咪？佢話其實嗰個九千幾米即係9000多英里啦嚇。好，去到9000多英里嘅時候咧，發覺嗰度有一個探測到一個好地底顯示出嚟咧，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空間。Oh, OK， 即系转穿咗一个空间啦。系啊，转穿咗个空间，嗰度有一个好巨型嘅空间喎。咁即系佢嗰一拱真系转穿咗。真系转穿咗。系、啊。但系嗰个空间好奇怪，大概嗰个空间温度咧系华氏嘅2000几度。好哇，好热喎。好热，超级热。系。吓、二千几度嘅转咗唔溶。咁啊未溶嘅，因为嗰啲蒸降打咗。蒸降。二千几度嘅高温咧，就系。氣温嚟啫，佢唔係火。哦，氣温係2000多度，個空間係2000多度，好誇張嘅。咁佢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會突然間呢度有個空間層？佢都覺得好奇怪。咁啊，就再轉落嘅時候咧，就發覺咦，仲可以住喎。咁樣就之前講啦，開始話咦幾鬆軟喎啲泥，點解地心越入就越硬喎？點解反而嗰度轉穿嗰度之後咧就開始鬆軟嘅咧？咁樣，所以轉到12200几米嘅時候咧，係怪事嚟啦，因為他發覺下面開始傳出啲好古怪的聲喺個窿度上翻嚟，有人係啦，好有人叫，慘嘅，唔係普通叫，慘叫慘叫聲。佢話：咦，我點解咁古怪嘅咧？咁樣就開始掉嗰啲咁嘅聲納探測啊之類嘅時候咧，再去深入去嗰度咧，去接收翻嗰啲頻率，即係話越落越入咧，呢個頻率就越清晰，出嚟嗰個聲波咧就越響，喺上地面上面嗰啲顯示咧。直頭係可以錄到咧，可以鬼叫聲啊！仲要話齋啊嗰啲咧，即係叫得好淒厲啊！嗰啲本身咁啊，喺地心嘅世界裏邊冇風，即係唔會做到個風撞石嘅效應出嚟呢個聲啦。係係咪先？嗰度至多得岩層，岩層大家都去過火山口，見岩啲熔漿噼噜噼噜都係噼噜噼噜噼噜嘅啫。係咪先？如果係轉到岩層嘅話，至多都係噼噜噼噜嘅啫。係，但係點會有啲啊啲咁嘅怪叫聲出嚟咧？会不会是因为刚才你讲过2000几度嘛，跟住下底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咁可能啲类似啲中乳石洞或者岩洞咧，有啲窿咧，咁住
氣温熱咧，咁啊衝吹過咧，可能會有形成啲聲音咯。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啊？我唔知啊。你話有冇風？需要有聲嘅，應該又有風嘅。係啦，冇錯。咁可能啲熱空氣蒸發，跟住會有啲氣穿過啲窿，咁就有啲咁嘅聲啦。即係理性啲咁解釋。咁啊，咦，早咗俾佢哋目標早咗咁多，已經開始係嚇好熱啦，温度越嚟越熱啦。咁佢都哇唔掂喎。咁啊，初頭呢個博士話：我係一個無神論者。嗯、我當然不信是鬼叫，但是那些聲音真的很恐怖、啊、恐怖到呢，即是越傳就越大聲、啊、即其實在地面上面透過洞口都微微聽到這些叫聲的了，那就已經覺得很恐怖的感覺，即刻不敢 再伸下去轉，那我想著呢就退回上來的，將它轉嘴哦，收姜了，收姜退回上來看看什麼事先，二千多度高溫它轉它可能都害怕的，是的，會不會融呢，他們都害怕，二千多度高溫，大哥是不是拿回上來看看什麼料先，是的，一路分分上來那些熱空氣就跟著那個扯出來哇，个转咗越蚊伤上嚟咧，就越热，唔好啲热，哇！啱啊，正常啊，呢个活塞运动嚟噶嘛，吓、啊啊、你塞住咗，慢慢褪咪喺度上，好难受啦，啲人要基本要疏散，等佢慢转咗，慢慢褪上嚟咁样。系，佢话当时出现咗个画面，令到所有科学家转身就跑。吓、啊，佢话因为佢转咗，除咗有咩画面咧？啊，冇画面，我自己扮啦，想帮佢配音。sorry， 我求其抄只哥斯拉画面摆上嚟先，或者系嘛，佢配翻个 background music， 戈顿啊，哦，啊，戈顿啊，拉顿，拉顿，噏错咗，拉顿啊，戈顿系飞入嚟啊。哥哥伦，你是哥伦，系我系哥伦，飞为哥顿，呢就系拉顿。拉顿，哇，拉顿正啊，拉顿，系啦，系啦，系啦，拉顿都有啲。但如果你唔系睇开诶哥斯拉朋友，唔知咩系拉顿啊？拉顿就系嗰只有翼嗰只。大家可以睇翻第二集，系啦，怪兽之王，龙类似翼龙嗰只咁嘅怪兽啊，系类似翼。佢出嚟嗰阵时好型啊，好型啊，因为呢个系系其实系好多西方传说里边嘅神兽，雷鸟神兽嚟嘅，吓算唔算啊？有機會再講啦，我份又差得太遠，因為拉頓係即係其實咧成個哥斯拉裏面嗰啲怪獸之王裏面每一隻出場嘅怪獸咧，其實都係每個地方每個傳說神話、傳說神話上面嘅啲神獸嚟嘅，係神獸怪獸嗰啲咁樣嘅。拉頓係其中一隻。OK， 總之佢外形類似一隻放大版嘅翼龍咁嘅款嘅嘢啦。好啦，點解我提到拉頓咧？就係因為咧，佢話。佢轉咗蚊翻上嚟，除咗熱空氣之後咧，突然間飆出一隻有翼、有獠牙、有尾嘅怪物，跟住佢轉咗飛咗出嚟。佢哋係睇到嘅，睇到所有在場工作人員全部都睇到。哇！佢哋睇到只怪獸，係啊，而且個體型係好龐大噶，佢哋形容話青面獠牙。有翅膀的大怪物啊，仲有尾巴，一飞上就发出一个怪兽的狂叫声，啊嗰啲咁样之如此类啦吓，啊即系睇冇着火嘅啊，咁啊嗱呢、這个有趣啦，有传说就话佢会喷火啊，有传说就话冇，佢净系一只怪物啫，咁啊我都相信净系至多净系怪物啦，喷火就好似太科幻、太特摄啦，太特摄片。大佬喎、啊，佢怪獸喎、啊，而家去到，即係已經唔關鬼唔鬼神神事喎、啊。係啊，只只怪獸出嚟仲曉飛喎、啊，仲曉叫喎、啊。冇錯啦，咁就青面獠牙呢個會唔會太中國啊？大佬，總之就有翼嘅青面獠牙咁樣，只怪物喺度飛出嚟，咁啊成班所有就疏散咯，走曬咯。咁、但係呢只怪物係飛咗出嚟之後咧，就向住某一個方向就飛走咗嘅。哦，嗱，好有趣啊！呢、這個傳說係咪？係。但係當年啊，到今時今日啊，係喺好多好多當地附近嘅其他嗰啲國家城市咧，都經常會有人影到一隻類似咁樣嘅物體喺天度飛。哈！我都見過一段咁樣的。YouTube 片有。YouTube 片有嘅，我曾經都見過。幾大隻啊？你睇、真係好似翼龍咁上下 size 嗰啲 size。咁翼龍都即大版翼龍，大版翼龍即係成架。滑翔机嗰啲咁嘅 size 喎，差唔多啦，有咁 size。滑翔机大概十米啦，起码。每一个当时部机啲正功都唔一样 ，size 个 size 唔一样，有啲系大个人咁嘅 size， 有啲系细个人少少，有啲又唔系一只大好巨型嘅。细个人啦，哈巴狗嚟喎，大佬。系咯，即系细个人，即系好似大概系比猿猴大少少。
又介乎人东中间，我咪嘥钱啦。喂，大佬，你咁多人惊只咁样嘅嘢，咁嘅 size 嘅，大家又怪飞出嚟嗌喎，人正常人都会惊啦，你有牙要晓飞。喂，你话如果嗰班系中国嘅话咧，我又信嘅，会走嘅。但系嗰班系苏联，战斗无神无神论者战斗民族，同埋佢哋喂工程啫，大佬个个都有枪旁身噶啦，唔即刻崩枪爆佢。嗱，因为有另一个报道就咁讲嘅话，当时嚟讲，根据转咗一齐塔落去嗰个升立塔仔咧，佢上面有个喇叭噶嘛，成个身。随住嗰转落去嘅时候咧，个喇叭系不停播翻住好人。诶，佢话唔系猛兽，系人类嘅惨叫声。哦，咁所以话唔通我哋住穿咗地狱咁，所以系啦，系啊，佢哋系无神论者，佢唔相信有地狱噶嘛。但佢嗰个声真系好似传说中嘅地狱咁，有好多人嘅惨叫声，哇，救命啊！苏联佢自己本身有冇地狱传说嘅咧？其实有嘅，有，应该个民族都有噶啦，个民族都有噶啦，只不过佢哋嗰个无执起共产主义就夹硬要否定佢，就唔俾再讲呢啲嘢啊咁样噶嘛。系啊。但系佢哋嗰班都是科學家，科學家應該又更加唔係好信呢啲嘢嘅。冇錯，冇錯。但係依家牽涉到嘅有隻怪物出咗。係啊，係啊，咁啊飛咗出嚟啊嘛，咁啊變咗咧，所有人即刻走啦。走完之後咧，變咗好快就疏散啦。咁如果你諗翻佢個去翻現場個環境，見到人走得咁急嗰啲留低嘅嘢嘅時候，係你又好，即係如果跟翻呢個傳說講嘅話，又 make sense 喎。喂，有隻怪物飛出嚟，你走唔走啊？如果就即係形即係。個形個 size 唔一樣，但係最大嗰個形個 size 話成隻巨型翼龍咁大隻。巨型翼龍就真係差唔多18-20米㗎啦。咪就係咯，你揭曬翼嘅話，咪就係咯。係啊，咁你飛只咁巨型嘅嘢走出嚟，仲有牙，有話有啲人話綠色毛啊，又話有爪啊，之類，越講越誇張啦嚇。咁如果真係只咁嘅怪物飛出嚟，你走唔走啊？我梗係走啊，傻啊！走即系唔走都匿啦，唔走都匿啦，系咪先？你话有手机就影下啫。喂，可惜嗰阵时冇。唔系，但系嗰阵时应该附近都应该有。唔系，冇嗰阵系有嘅，但系冇咁先进咯，影相。系，应该有啲摄影机摄住啊嘛，因为嗰阵时九几年，九三年啊嘛，你话九三年啲所有九三年郭富城都跳紧对你爱不完。咪咯，咁所有嘅仪器都被有关嘅俄罗斯政府。已經收埋咗啦，係所有資料就 KGB 算唔算啊？算，但係 KGB 係支持前蘇聯，係咯，即係可能嗰邊而家留翻嗰啲人解散咗，留翻落嚟嘅都係交翻俾俄羅斯㗎啦，係咪先？所以呢啲資料到而家都冇對外公布佢裏邊所有嘅資料㗎。哦，即係你都唔公布所有資料，同埋停得咁突然，走得咁倉促。喂，問題係，喂，件事係你都知道喎。佢系掹咗转咗上嚟，个窿系开咗。如果我真系即刻封翻，哦，即刻封翻，哦。佢走嗰时好用，而家封得好夸张噶，佢用咩封啊？用好多工具啊，有钢板，有剩啊，又再烧火啦。屌，抌晒啲垃圾落去，即系类似咁样，即系仲尽量填得就填，但系你冇可能填翻落去噶啦，因为你咁深，你填唔切噶啦。总之喺上面咧。用了很多層的鋼板咁樣嚟去封啊！我明明嗰只上去出嚟唞下氣嘅，上翻翻入去翻唔到啦，點算咧？唔知啊！你今日冇瓜好龜啊！所以咧變咗好慘嘅啫。之前有荷里活咪套電影咧，咩地心哦地走落有幾個人落爬地心探險記，唔係地心探險，佢依家爬山嗰啲爬山專家咧，就落幾個女仔咁落地心度探險定點啊？跟住喺地心遇到怪物嘅。只怪物要飛咁樣，就逐個女，逐個。我有啲印象有呢套嘢，咁樣類似咁樣嘅。我有啲印象有呢套嘢，但魔物定唔知乜，我唔記得咗咁樣啦。我冇睇過，我知道有套咁嘅片，係啦係啦。咁啊，嗰個外形嘅形象咧，就係模仿當時呢個傳說整嗰啲怪物有翼啊，咁走咗飛得好快咁。但係佢係好似翼龍咁，但係佢係，但係佢人形嘅。人形嘅，系啦系啦，哦，即系一只人咁样嘅，个青年撩下怪兽咯，好似有少少手手脚脚，有手嘅，即系唔系话好似翼龙咁样，翼龙系冇手，佢唔系，翼龙嗰三只手指咁样，而系有手脚嘅，有手嘅 ，OK， 即系其实有啲似西方龙咁样咯，唔系，反而似一只我哋传说嗰啲咩，即系似咩咧？雷公，系啦，有翼嘅，有人形嘅，有翼嘅，有爪啊，即系恶魔人咁啦，恶魔人啊，类似咁嘅款嘅怪物 ，OK， 即系类似咁嘅传说里边个怪物就系咁嘅款啦 ，OK， 啊，即系有啲似刘克喎，似嘅，即系对翼大只啲咁，系啦，刘克系刘克电死亡笔记，死亡笔记吓，动画死亡笔记，动啊漫画死亡笔记嘅其中一个死神，死神系，即系所以变咗。
一個無神論者，所以他不相信那隻是鬼、魔、怪、大，肯定是怪物，即是他不相信不明生物，即是他不相信，那個博士不相信是魔鬼，他說我不相信轉了去地獄，雖然聽到很恐怖、很恐怖的人叫慘叫聲，但我不相信那隻地獄，也不相信那隻是魔鬼，但是一隻是怪物。啊，你咁样讲，你又唔试下揭开个窿再爬落去睇下，冇鬼用呢啲，即系讲话讲做话做啊嘛，真系正常嘅。好啦好啦，仲有几分钟，太多科学嘅资讯性嘅讲唔到，咁我讲少少。系啊，讲翻个图咩咧？就话中国同美国咧喺近代嚟讲咧，就头先讲啦，到希望到2023年转穿嗰个地壳咧，真正入到去地底嗰度咧，就睇下呢个地底世界系点样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咧，佢转穿咗，大概佢转到咧，因为点解佢会转呢个范围咧？特别去转呢个范围咧，就系因为咧当时嚟讲咧，一直科学家用呢个地震探测嘅时候咧，探索成个地心嘅世，即系地球嘅构造嘅时候咧，佢发觉去到介乎地壳同地幔之间嗰个就类似地涵一个位置嘅时候咧，大概系410公里至到660公里嘅一个厚度嘅时候咧，佢发现嗰度一层嗰层嘅地底里边呢一层嘅物质咧，系一层啲震地震波去到嗰度咧，就缓慢咗，先再慢慢再震翻落下面，就变翻好快咁去嘅。通常咁佢搅缓嘅呢个地震波嘅物质会系咩咧？海水，即系话一定系啲水質或者流質有水質的物體，才可以令到呢個地震波去到嗰度會減緩嘅，或者啫喱狀嘅嘢。係啊，啫喱狀冇錯，就是、啫喱狀嘅嘢咁樣嘅。所以佢就覺得點解即係對科學家嘅認知嚟講，去到呢個工呢、這個嗱呢、啊這個真係科學數據嚟啊，科學報告嚟噶，唔係我哋作出嚟啊。點解410公里至到660公里呢個地層呢、這個間隔裏邊會一層軟嘅啫喱狀物質嘅嘢咧？係完全顛覆咗佢哋嘅想像。因為啲去咗嗰度就會減緩咗，咁咧所以變咗科學家就會盡量想去呢度咧，就去探索究竟呢一紮，而且好廣泛噶，成個範圍呢一層嘅範圍裏邊咧，就等同我地球上邊嘅1/3海洋咁多嘅。哇，好多水、啊！1/3海洋嗰度好多嘅。係。因為點解咧？佢哋想解決一個謎。你知唔知每年喺海底裏邊，科學家喺海底裏邊咧，每年個海水啊，係好奇怪地咧，喺某一地方喺某一笪嘅位置咧。就會消失咗一部分海水。哦，係，我有聽過，有聽過。消失咗一大部分海水。係。依部分海水咧，有好多咧，就係會喺地，即係所以點解啲科學家都知道咧，地球喺個地底裏邊咧，係因為有一條地下嘅海流嘅。係。嚇，有一條海流線嘅，即係話有即係地殼下邊，即係話咧喺一啲海水咧會去咗個地殼呢個位置咧，就流咗落去下邊。流咗落去。就經過呢個地殼嘅運動轉動咧，會喺地球嘅另一邊嘅海洋度咧就噴翻出嚟咁樣嘅。你俾過濾喎，大佬，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地底海流嘅一個路線圖啦。呢個好似有養魚嗰啲人嚟，係啦，係水嚟，即係類似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自然現象，科學家不嬲知，就覺得出嚟冇得懷疑嘅。但係好奇怪，每次咁落去升翻上嚟，嗯，海水係少一部分嘅。哦，每次咁經過之後咧。譬如我呢度入咗去當簡單啲啦，唔好咁大數字啦，入咗2公升，留翻出嚟咯，得翻1.5公升，咁嗰0.5公升去邊度咧？蒸發咗，蒸發咗都會喺裏邊㗎，即係如果蒸發咗嘅話，即係唔通地球裏邊會儲水？咁有咁嘅可能喎。如果好似頭先講有咁多空洞嘅地方，係啦，地球入邊儲水嘅話，咁你想儲喺邊個位置咧？呢、這個就是科學家想探索的地方啦，因為海平面如果咁嘅理論應該慢慢低啊嘛，係啊，之前係噶，但係而家你知啦，近代環境啲冰山融咗之後，佢漲翻上嚟啦，越嚟越漲添啦，係係係。咁但係每年你知唔知每年啊有成幾十萬噸嘅海水唔見咗，即係經過嗰度出翻嚟之後咧，唔見咗幾十萬噸。咁佢上去邊度咧？我想知道海鮮去曬邊。佢就海上嚟嘅啫，因為地咪蒸鮮喎。因為深層海上裏邊咧，已經冇乜生物嘅。哦，咁係。咁又未必喎、啊。啲人成日講話深層又發現好多生物種、啊。好多生物，但係啲物種比較少啊，都係會睇好少會有巨型嘅生物咁樣支持咧。就算有都唔即係。咪太大隻冇咁好食嘅。即係總之流落去，總之唔理佢有冇生物跟埋一齊落去。總之呢邊入。呢邊出，但係入咗抽走咗，點解出翻嚟少？抽走咗，抽走即係索咗，譬如好似索咗一橛走咁。係啦，係啦。咁就科學家一直想去揾嘅嘢，就係究竟呢扎嘢邊度索咗去邊度咧？咁樣。係。咁啊，跟住咧，頭先就喺呢個地層裏邊咧，就啱啱同之前開頭講啦，中國同美國科學家一齊轉落去。係。嚇、
在海底里面整个转了几千个窿的了，已经终于在那里转过1300多米的地方呢，就在那里抽取了一些泥土样本出来，就找到这种叫做林 Ringwood 的，即是叫中文叫石液的嘛，林五德石啊，所谓的这种结晶石是钻石矿来的，即是类似钻石物质的东西。但是快点放下去，咦，这些钻石是可以吸水的，它每一粒里面这么小粒，这么小粒里面都藏有不知道零点多少水含量在里面，索水的，它会索水的，是一种软金属来的。那就说，咦，如果这个地层刚才说铺满这些石的话，即是说这样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地震波去到那里就停了，会有缓慢了的速度，因为有这些在这里搞到它缓慢了，因为很多水在里面嘛，是因为很多水在里面。好了，即是说地球里面这个范畴藏了我们地球的三分之一的海洋在里面。哇，那这个是一个大发现来的。而最大的发现会引起其他科学家另一个想法，现在在火星上面所有的探测车呢，是不停地周围转呢，其实他们是想希望呢在上面转到类似这种这样的石石。是啦，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找到这些石的话，在外头其他的星球找到这些石的话，就是说因为以前火星不嬲有水的嘛，水现在是不见了而已嘛，有部分当然蒸发了，因为大层薄了蒸发了，但不会蒸发晒，可能会藏在一点的，因为 它探测到火星上面就有冰山有城嘛，有冰原区，有冰结了冰的水，火星是有的，找到喜欢在南北的地方找到结了冰的水了，okay? 即是表面上还有少量的水 在火星上面流动的，在某些地区、好了，如果其他地区都有水的话，会不会就是这些石藏了索了水在地底下面呢？如果有那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些石头、水藏了它变成一个结晶体，变成一个结晶体，但这些结晶体是一个、就是、水状的结晶体。好了，在这个情况下怎样拿出来用呢，这些水、而在19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就已经成功将这些结晶体里面的水分解出来变成水了，两年前而已，是、是啊，就可以变回水了，即已经有技术可以将它变回水了。如果在火星上面找到大量的这些石，就可以解決咗喺火星上面生活缺水嘅問題啦。啊，就可以將火星整到就可以進行一個火星重生計劃啦。啊哈哈哈！班人真係唔驚有火星異種喎。不過之前睇新聞話佢唔知又要射啲咩屍體上去啊，又話要抌啲咩嘢嘅海草上去。係啊，因為等佢做翻嗰個生態循環啊嘛。佢分解孵化產生氣體啊，之類咁樣，即係想做翻呢啲，即係去改造火星，變翻一個可以生活嘅一個環境啊嘛！真係唔驚有火星異種啊！呢班人有先算啦。但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其實喺科學界嚟講係重大嘅發現嚟嘅。係，唔係因為我知道，節目差唔多啦，但係我知道你未睇新嗰集哥斯拉啊？未啊！因為新嗰集哥斯拉就係有講到話有真係有地心世界。佢係直頭揾咗一個。剛才你這樣說的類似一個這麼大的地方、但是我不記得它好像是由北極還是南極轉下去的、因為它說到呢地球裡面有很多這些隧道呢可以通到地心世界、而地心世界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呢、就是有那些巨型生物就在那裡住的了、為什麼會這個、其實這個不是這一集的哥斯拉首創出來的一個 idea、因為這個就是一直以來流傳的地心世界傳說的一個狀態，是的，而這個地心傳說什麼時候開始，還有是有幾誇張的傳說在裡面呢，這樣我們會在下一次的這個星際移民裡面、就跟大家慢慢講一下這個地心世界的傳說由邊度開始，點嚟？裏邊嘅個傳說裏邊係有啲乜嘢喺裏邊？係啦，啊，正啊！呢個真係好，好心急。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